Hello, welcome back to 不日 official。 咁今日就系幻想条嘅第198集，就系介绍一个嘅香港仔站。咁啊，而家喺嘅地方咧就喺黄竹坑站，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啦。唔好意思，我今日有嚟客串，所以我今日唔可以做开场白，讲下笑嘅啫。哦，有车嚟啊，唔使摆车啊。诶，点解你识开门嘅？我就见到你只眼，我想笃爆佢。好，咁我哋就嚟到呢个香港仔站啦。诶，讲嘢啊！你咧，下次再做客务中心，我实急爆你只眼。我讲到事实。知声明啊！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嚟到咗呢一个嘅香港仔站啦。唔使担心、哦，各位观众唔中意工作室，我系明白嘅，所以我会担任呢一集嘅主持。咁我哋咧就嚟到咗香港仔站啦。香港仔站咧就系、是、西港岛线嘅摊站啦。咁我哋就会见到二号月台咧系香港大学，往香港大学方向；一号月台咧就会去石澳嘅。咁呢个站咧就好似港岛线嘅车站咁样咧，分咗上下月台、侧式月台嘅。咁咧，点解我忽然间觉得你个头大咗咁多嘅？唔系喎，连你只眼都大咗好多。最近食咗啲咩发酵奶粉咁啊？咩牌子啊？零系喂，下面有月台喎，好似咩部品嘅？系未零定未斯啊？我听你嗱咧。喂，唔好走啊！我都未访问完，系我今日唔记得带咪，算啦，我今日唔做记者啦。咁咧我哋会见到呢一个站咧，其实几似铜锣湾北嘅。咁就只颜色攞咗咧，就系浅紫色啦。咁然後有五條通道都可以出到另外一條通道咧，就可以落去上去大堂啦、升降機啦、樓梯啦，同埋下面嗰層。下面嗰層咧就係一號月台去石澳方向，係啦。As we can see 喺度，係啦。跟住咧，我有個疑問，點解呢度冇車，但係部分門咧會識自己打開嘅？唔通又係你辦事不力？是啊，我准备支针嚟吉你噶咯。喂 ，no， 我唔要。此路不通，此路不通啊！唔好上嚟啊！好啦，咁咧呢一边咧就系一号月台咧，就去成个方向嘅。咁咧就客务中心啊，唔知呢个办事不力嘅幻铁主席做咗嘢，做咗去边度啦？诶，落翻嚟咯，咁我继续吉你啦，系。我唔系红石部，因为撩风罢工啊！咁即系而家你推卸责任啦，系咪啊？关你咩事啊？关你咩事啊？最佳一等，我而家要攞中介烛嚟烧你只眼，刮唔到佢落。快啲，我要烧你只眼。喂，点解连天使都打你？快啲念嗰个咒语出嚟啊！阿布拉马扎塔。哇！這个咒语有用。你不要整那个 server 啊，快啲 TP 佢翻嚟。咁我哋咧上到嚟大堂嘅部分咧，我哋就会见到一个站区啦。咁我咧就可以拍卡咧出呢个站区嘅。咁呢个中间有个客务中心，主席入去。哦，好啦。我唔愿意呢件事。咁啊，我教你做生存啊。哦，好啦。跟住就话我可以教翻我自己做创作。啊！你可以教翻我做成员，成员，但你可以教翻你自己做操作者，但你可以教翻我做仿效，但你亦都可以教翻自己做操作者，咁又系，咁啊 ？V M I W， 咪嗰个塞入去，系入咗去咯，帮我增值，帮我增值八达通。啊，好啦。喂，唔好抢我张八达通啊！偷嘢，俾翻张八达通我啊！
俾乜真发达到我？你阿姑啦嘛，扎打天雪。哇！打通，你抢咗张八达通去边度啊？你俾翻你啦！你俾咗去边度啊？我骗你。系咯，我骗你。我骗你，我骗你咧。我出唔到闸啊，俾翻张八达通我。阿等阵，我搵翻个八达通啊！死啦，搵唔翻。你睇阿夫拉马塔塔喺度斩紧你啊！一直阿姑要唔要多次啊？嚟啊！可以噶。喂，俾翻张八达通我啊！嗱，八达通啊！呢张，喂，冇我个名嘅，明明我嗰张就我个名喎。我要阿姑拉马塔塔。哇！又念咒语埋墙喎。我要对天使讲阿姑拉马塔。紧要呢张系。他給我的八達通，我沒人照拍卡先。你為什麼這裡不行得他都會關掉？我出不了閘啊。當初這樣咯、你拍多次就可以了。不是拍多次要給多次錢，所以我不可以這樣做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嚟到咗第一間商店，就是紅福堂。紅福堂有我哋嘅十六餐，邊個過嚟玩急口令呢？你，我唔玩，就走。我冇念到阿夫拉马塔塔，我点解你会走咗去？因为你讲呢、這个，我见到啲乜嘢啊？好，我哋一齐念急口令，准备睇下边个斗得快啲。我哋一二三开始咯，准备一二三。清热凉茶，金刚零公司点解茶去油解茶，丰盛解茶，通风解茶，国民解茶，普通解茶，红水桥解茶，望岛解茶，清热豆浆鲜奶解茶，红福小食红水桥小食，清热青瓜，青木瓜。你赢咗啦！你赢咗啦！你赢。俾500蚊我啊，礼金。好好，500蚊礼金。阿陈啊，我拣。我哋睇下呢个二人格仔饼同埋中闸窟窿啊！喂，黑钱嚟喎，我唔要啊，坐监啊你去。好，跟住我哋会去到隔篱呢间铺就叫做站站通香港仔分店啦。咁佢嘅站站通有啲买啲乜嘢？有香港仔鱼蛋面、香港仔米线、香港仔牛肉丸啦，仲有呢一个雪柜。然后隔篱呢个咧系 QR 曲专用店，咁我哋会见到好多个曲，你可以用我哋嘅幻铁同埋 FF 通升级服务嘅有心扫毒去扫一扫呢几个 QR 曲。如果你扫到有一个中毒程式咧，恭喜你就中奖，非卖品切近汪二九零。咁就千祈唔好卖出去咯。呢个系试管实验嘅朋友。诶，佢出翻嚟喎。哇，识食鸡髀嘅，走咯。识喐噶。好啦，咁我咧就见到呢个系香港仔阿爸癫啦。咁我哋会见到呢个 CF 富力花，佢多花敷咗。然后我哋亦都会见到呢个系切头林宝。我哋只系见到佢两只好凶神恶煞嘅啊！哇，佢识喐嘅走啦，哇，真系黐线喎！呢个系 A 出口，唔知去边度。佢识喐嘅。咁你又见到佢两边出口啦。A 一咧就去珍宝大厦 Jumbo Building。咁我哋上到去啦，然之后咧我哋亦都会隐约见到海怡半岛。咁呢边系一个另外一个升降机大堂。哇！呢啲升降机设计都唔知几多年前。哇！边个喺站内刹车？捉你唔到，玩铁主席系，佢自己喐噶，唔可以啊！佢真系自己喐，喂，喐俾我睇啊！帮手启动个引擎，然后着咗佢喐，自己喐啊！哦，仲埋你揸影到你啦，影到你啊！好啦，A 二出口咧就去洛阳街，Lockyer Street。咁我哋会见到咧黄竹坑站啦，我哋头先喺嗰边搭车过嚟嘅。咁呢度亦都有一座山，但系佢唔系好长寿，亦都唔系神通广大嘅守神山。点解呢度行得咁慢嘅？证明我头太得滞，不停咁样撞我头落嗰啲楼梯嗰啲凳，惨啊！哎呀，喂，你使唔使咁样啊？下下企喺我前面踢你个头噶？踢啊！踢，尽全力啊！我阿姑咧，麻麻麻佢啊！好，跟住我哋会去到 B 出口，香港仔水塘度。我要阿姑咧，麻麻麻。喂，睇唔到添。系咯，睇唔到嘅。不过系 B 一出口去贝洛读啊？点读啊？呢个 P Rice。好，咁我哋会出到嚟啦。但系我哋会见到呢一个月台，你只系歌室懒鬼嘅地方。不是啊，不是我整的。誰整的？
佢哋整的，我又推卸责任，佢哋即系边个？真系佢哋整噶，个月台唔系我整噶。B 出口去渔光道，我都冇改过个月台。紧要，渔光道系一个升降机嘅大堂，又系升降机，狠狠地啲。咁我哋会见到一条小斜路，塔塔，香港仔站。好啦，咁我哋落翻去啦。之后咧，我哋就会去到 C 出口啦，喺隔篱嘅啫，呢一度。咁就系去崇文街，咁我哋咧出到嚟之后咧就会系普通话跌式出口，但我哋可以见到利东嘅地铁站，好犀利啊！我觉得呢度香港仔，唔系其实喺利东北边，只不过度位问题啊，即系呢啲嘢好简单。系啊，佢哋度位真系。话呢个滑楼梯大作战，哎呀，冚到咁长添。好啦，最后咧就会睇呢一个正常式厕所，希望系。哦，个厕所，哇！呢个 OK 啊，呢个厕所。快啲屙落个厕所板度，我想睇你表演。我嚟啊！得。好啦，咁我哋咧香港仔站咧介绍咧就嚟到呢度啦。未订阅嘅朋友记住订阅 Fire Official。揿响隔篱个钟仔，当 FFV 一出片嘅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即时嘅通讯。中意嘅话记得赞好呢条片，赞好 Fire Official Facebook 专业，加入 Facebook MTR FFV 追踪群组，加入 Discord MTR FFV 俱乐部。两日之后咧就系介绍田湾站，再同大家见面啦。咁咧我哋而家咧喺度踢紧个波，佢个波点解喐得咁快？喐过快得过跑步啊，犀利！踢佢，踢佢。咁我哋呢集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唔好阻我踢波啦。咁我哋下次喺田湾站再同大家见面啦。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晒完啦啦，再见。唔好走啊你。波，哎，唔踢佢啦，嗰个塞到你啦。我要踢你。我踢你。我都要踢你啊咁。踢。过嚟啊！踢。踢你够胆踢我？快踢啊！斩啊！唔好斩啊！点啊？你斩我系咪要阿库拉马塔塔？踢啊！踢我啊！踢我啊！踢！踢啊！点啊？你冇啊！喂！停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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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恐怖啊！啲真人，啲真人水太恐怖啦！哇！你系咪要阿库拉马塔塔？马塔塔啊吓！嚟啊！阿库拉马塔塔，踢踢你，踢库拉马塔塔，踢！阿 Sir， 落地啊！